这道花甲粉丝包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，蒜香浓郁，超级好吃。首先花甲放油盐吐沙，金针菇打底，放泡好的粉丝、花甲和五毛钱的大虾，蒜末小米辣切碎泼热油，放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蚝油，搅拌均匀，铺到大虾上，加半碗水，扣盖小火焖5分钟即可。简直太香了，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